科沃斯的石碑发出温暖平和的光芒。这里的幽魂也曾是受人敬佩的英雄，他们因冰墓的迁怒而囚禁在这里，请你帮忙送给他们解脱。暴风军团滚回新土了。我怀疑他现在还能不能拿得动那把泰坦留下的锤子。住手。来的我将是整个大陆的主宰，而你将继续龟缩在这里。如今诸神契约已经签订，还希望诸位能够遵守契约。勇敢的骑士，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，守护克兰蒙多大陆。克兰蒙多大陆需要你来守护了。这是我在旅行中意外获得的旧羽之翼，它的力量还在沉睡，需要你去唤醒。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你，有了他的帮助，你将能前往所有你想去的地方。前往极地边境吧，勇士，我预感到神器在渴望着那个方向的某些存在。点击此处展开页面。点击此处关闭界面，点击任务栏进行任务追踪。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出发吧。暴风军团被击退之后，埃佩里奥王国成为人类最强大的城邦。为了纪念在决战中牺牲的埃佩里奥国王，首都用他的名字雷辛格命名。庄严肃穆的雷辛格城守护着人类城邦最后的安宁。你是从起源之地回来的？诸神在上，起源之地竟然真的能够抵达，快将诸神的意愿告诉我。我们山林同盟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解。点击此处展开页面。点击任务栏进行任务追踪。
不过老亨利的酒被几个小毛贼偷走了。今天运气还算不错啊，搞到两瓶酒，缓解一下心情。这些雷辛格的家伙也太谨慎了，我们潜伏了一个星期，什么都没打探到。该死的军团败类，竟然潜入雷辛格城。既然被发现了，那就去死吧。阴影无处不在。展开页面。点击按钮。光会本身就是由杰出的强者组成，你若是背负不起克兰蒙德的希望，就不配得到我们的帮助。以曙光会的创立者霍华德之名，赐予你加入曙光会的荣耀。切换页签，点击此处关闭界面，点击此处切换技能栏分页。点击释放超强专精技能。此处体验另一个转职职业吧。圣光庇佑。